是河南电视台1500平米演播厅，也是黎元春2013开年赛季名师高徒的主赛场。这里是河南电视台600平米演播厅，名师高徒赛季的第二现场。这里是后播区，是我们名师高徒赛季的第三现场。获得黎元春名师高徒第三，恭喜得了本场名师高徒的冠军。历时一个半月，6场比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见证了各位名师高徒之间的精彩对决。第一场、第二场，贾文龙高徒吕军帅、杨立明蝉联擂主；第三场，李书建高徒邵富友金榜题名；第四场，汪全真高徒王丹蝉攻折桂；第五场，王同立高徒王敏涉险过关。复活赛，杨帅学高徒刘江伟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和二号对阵一号贾文龙，哈哈，我的是4号对3号对老贾同志。王劝真老师和王红林老师，他们的学生都很优秀啊。我的徒弟和他的徒弟掐，而且他的徒弟和我的徒弟都是三团的学员，我感觉他们是一家人在斗，是内部矛盾，那么我们可能就有点敌我之间的这种战争。5号对准6号，福建主席。当时抽到签了以后，我一看是给他对决，我马上我就紧张起来。他表面上怕，他心里在想着肯定能给我打败。这个摊着大事了，我摊着大事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的徒弟在打擂，但是呢，师傅甘愿为徒弟做绿叶，那么我们全团的演员也甘愿为徒弟做绿叶。如果在徒弟在比赛中间成绩不太好时，老师唱一段戏，唱好了也能这个取得观众的好评吧。我无论是唱我的唱段，或者是他在选择新的唱段，我都要做这个配角。哪怕我连名打眼去学。选穴，要把这个驻颜嘛，要驻好。刘江伟这个徒弟，他愿意这么做，我们两个商量，我愿意这个奉陪到底。这就有热闹了，相当的惨烈。今天名师高徒总决赛，5位名师将直接走入第一现场，为各位爱徒助演。这里也将迎来5位重量级的艺术家。组成一个特别评审团，名师高徒这个想法做得非常好，不但赛出了艺术，更重要的我感觉赛出了我们戏曲界薪火相传的这种美德，展示出了我们戏曲艺术人才的传承，把戏曲的精华都通过这个老师带学生这样一个形式传下去，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们这个名师高徒充分调动了这个镜头语言，精益求精来做这个节目，专业的角度，是吧？老师和学生这种传承的交流，能够推动他自己艺术表演形式的前进。主持人唐小哥程程，大家好，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黎元春2013开年赛季名师高徒的总决赛，欢迎大家。
我们总决赛现场为我们比赛助威的热情观众有郑州信息电台家族群的朋友们，香港凤凰钻石的朋友们，你们好，河南省全顺从业，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朋友们，欢迎各位。好了，那么认识完今天的观众之后，我们今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第一轮的比赛，在第一轮比赛中，根据事先的抽签决定，我们的六位选手将两两一组进行一对一的 PK。让我们有请贾文龙先生的高徒吕军帅来。军帅跟这个锋利的薛仁教网民很强的一个对手，他在我心里也是一直在打鼓。我准备的是一个是打金砖，打金砖可以说里边这动作都是难度，但是最难度的这个动作就是最后一个僵尸，七百二僵尸，这在戏剧界舞台上老生用的，这是还没有人超过这个难度的。这一次我给他配一个马舞，我最崇拜的老师，然后他给我配戏，特别特别的感动。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我给我的学生配戏很荣幸。我只管把我自己的发挥好，其他的我不管，无愧于自己的心就可以了。哎呀，又办上了，又办上了，发亮发亮。没有功夫三百三，没人敢演大金砖。多少代没出过这种，没出过这种。哎呀，看他演戏，我手都出汗。哇！哎呀，李军帅啊，这个身手不凡啊！我跟你讲，这出戏唱念做舞为一体，对演员的这个要求是超级之高啊！他在一个传统的
唱念做都有的戏中，他加了很多的技巧，最后还用了一个比我们京剧高难度更高的一个旋子360的僵尸，这是绝活。哎呦，这两个男演员太难得了，堪称完美。杨文来把他贾老师请来，来有请贾文老师。众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啊！嘎嘎嘎！哇呀！哎呀，这贾文老师多才多艺，全面手戏曲、啊。哎呀，我已经看出来了，今天这名师高徒啊，不是考学生的，是考老师呢。这老师今天全叫上劲了哈、啊，来吧，说说自己今天跟老师这个搭档感觉怎么样？老师这个给我配的很好。好了，那么刚才哈、啊，这个军帅演的真的可以说是文武并重的一出功夫戏。那么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可以说是以情感著称，掌声有请豫剧名家王红利的高徒王敏来。王敏呢，准备用铡刀下的红梅、大庙中和奶奶诀别的这个咏叹调去参加比赛。平时在乡下演出的时候，这大庙这一段戏都会唱哭可多观众。那么如果要让王敏自己在舞台上唱，他没有一个倾诉对象，他也不好表现。我就决定我来演奶奶，陪着王敏共同的去完成这段唱。我都不敢相信，因为老师他没演过老旦。说完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不是对王敏的挑战，这简直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让你家替正常发挥，你给我给点配合。师傅都下功夫，都下功夫，都下功夫。你看这衣服都是新做的，我看。是的，都下功夫。奶奶，你擦干眼泪，亲儿叫。山宝藏，日后云州
得解放。奶奶，你亲手交给顾县长，对他说，对他讲，拜托他帮帮忙。这是我第一次当兵，求他交给党。这是红丽姐第一次为了给学生配戏挑战老旦。上台前她还给程程在说：“哎呀，心里没底儿，不知道这个人物自己把握的怎么样，演的怎么样，头一回。”大家可以用掌声告诉红丽，她今天表现的怎么样啊？这会儿心踏实了。哎呀，踏实了。不过我说句实在话，红丽，你演的奶奶呀，又可爱。啊，还挺富态的是吧？没有，刚才我还说呢，这个奶奶是属于在监狱里吃饱了喝足了才来的。不是，这是那个年代呀，没有吃没有喝，她饿得她浮肿。这是王敏啊，学生啊。王敏也说说吧，这今天是总决赛了，从那个我们的初选赛到总决赛，这一路你的收获是什么？上期李元春播出以后，出去一看到就是说。哎，这不是昨天李元春那个演刘胡兰那个小妮儿吗？包括去澡堂也有人看见，就是说，你父亲不是办了两个民营剧团吗？自己女儿到李元春参加《名师高徒》，对你父亲的剧团有影响吗？影响特别大，我们家台口又多了，经济收入也多了，对不对？太好了，哎、来去帅。这一组的 PK 中，究竟是王红丽的弟子王敏胜出，还是贾文龙老师的弟子吕军帅胜出？又到了大家投票的时间了，先请现场的观众做好准备，请把你的手放在打分器上，请听我的口令，请打分。时间到。分只差一票，哎呦，差一分！哇，这个真的是目前我们比赛来可以说是悬殊最微小的一次。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评审，你们手中的100票会投给哪位选手？今天他们两个人都堪称完美，所以我们观众非常懂行，给他打出的分数半斤八两，差不多。我们三个人呢，经过了我们的讨论，我们统一了一下意见。王敏，对不起，我们这一票给了吕军帅。好，谢谢。来，现在目前吕军帅的分数是330分，王敏的分数是232分。那么在第二现场，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会有什么样的投票结果呢？我们请导播切到我们的第二演播厅。来，大家觉得该把这一票投给谁？最令我感动的吕军帅。王敏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今天真吃亏了，吃亏了。对对，那他两个看不到一块儿，你看。对呀、该把这一票投给谁？吕军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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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难得了。我们的答案是吕军帅。哦，恭喜吕军帅进入第二轮的比赛。刚才看到王敏其实很松弛哈，始终表示灿烂的这个笑容哈。在笑呢，给你招手。老师非常辛苦，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今天的不足我明天一定改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继续加油。
哈。比赛吧，展示自己，这很重要。然后享受比赛的过程，很幸福，很快乐。欢迎大家回到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名师高徒总决赛的现场。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金星新一代和小刀电动车的大力支持。好了，那么现在出场的就是豫剧名家贾文龙先生的高徒杨立明，有请。啊啊！哦，透，祈福公路有一段是求神，只要老师主阵，毕竟是我是男的，演一个反串。兰花指是。不行不行，我这个杨立明学生啊，他也是个全方位实力很强的一个演员，时好时恼，咱们在13块板上见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拼搏。走的。扮旦角，没有，你们都没干过。第一次，老师豁出去了，给学生配戏。追，破慌慌，踏破铁鞋人饥肠。不见我妻在何方？我请阿善被巫教劫去，敢问他现在哪里呀？小仙难闻人间之事，你还是到别处去问。相公，相公，相公，扛住娘子。哎，我不骗你，小哥，就是贾老师，自从办上这个之后啊，就从办完之后，始终说话的时候就一直是这个样子。是紧张。好吧，贾老师，您请。甭客气啊，走着瞧。哎呀，立明，你表演的好
化这个妆得多长时间？对，两个多小时，我感觉把这个化妆是给难毁了。就是你看这双眼皮，这假睫毛贴的，哎，贴的睫毛，这整个拿这胶条全给吊起来了。哎呀，疼疼！贾茹老师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是，这个惊叹号不仅是因为他这样的扮相，哎，更是因为他为了扶持徒弟的那份苦心。嗯，我当时确实是我是，这个用的这个。100%的劲头，我说可以，我就豁出去了，我也不管怎么同行怎么笑我，观众怎么骂我，说你贾茹老师什么形象啊？我说这要是徒弟能在这一块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这个才华，我就十分的高兴了。反正是将来舞台是你们的，我们都要往后退。老师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做出了一个巨大的牺牲。我觉得。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我对您的敬佩，我给您鼓鼓掌，给您鞠个躬，我敬佩您。下面出场的是豫剧名家汪全真女士的高徒王丹。这次王丹这个参赛的剧目啊，是这个《江湖女》，主要是以情去打动观众。这一次我要彻头彻尾的扮演一个绿叶，和师傅在一块儿演戏，而且是师傅拖着徒弟，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特别幸福。抓住，双腿看着娘，发，定跪啊！他拼的不是一种舞台的张扬，也不是来连打带舞。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走，你请去，我放个角儿了，走。嬛嬛呐，孩子啊，娘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呀、啊，娘不该让你和小周分开，娘不该用20,000元让你和墩子成亲，娘我更不该。别说了。我心里啥都清楚，娘这辈子能活得太难了。嬛嬛，女人这一辈子太长了，孩子啊，你和墩子离婚吧。娘，娘的花轿嬛嬛有惊有喜，一时梦一时幻，我心生一感感激，愿意为这婚姻将我一生
情绪可以，情绪很好啊，情绪很好，不知情绪，感情很突如。嗯，我认为我作为一个老师也好，作为一个成年演员也好，最大的愿望是，培养出更多的年轻演员。那么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我呢，情愿被拍在沙滩上。学生马上说了：“师傅，我可不敢拍您啊。”但真的能看出我们做师傅的这种胸怀。我觉得王丹呢，好好跟老师学，这种老师不好找啊，找着就别撒手。哎呦，哎，我们再一次感谢这一对师徒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会休息一下，来，谢谢。来，我们接下来请出上一位选手哈。是是。哎，你看他俩。哎，稍等一下。看他俩的关系。稍等，稍等，别动，别动。这上来之后看你们这阵势是丈夫 PK 妻子是吗？什么关系？解释清楚了。我们是一个单位的，然后立明呢，他在戏剧学院上学，然后实习就在我们单位实习，我们都特别熟悉了啊。这是师姐跟师弟，那得了，今天算你撞枪口上了。哎，给师姐鞠个躬，你真是胆子不小，跟师姐同台 PK， 叫一声师姐，赶紧，预备起，是。究竟今天的师姐会进入第二轮比赛，还是师弟会胜出呢？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做好准备，二选一，打分开始。好，时间到，杨立明的分数是180分，而王丹目前的分数是285分，领先了105分。好，接下来三位评审，你们手中也有100分，三位评审商量一下，必须做出二选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范军评委公布你们的选择。经过我们三个评委合议以后，我们决定把我们手中的100分加给王丹。目前王丹领先。好，就把画面切向我们的600演播厅。朱老师，您就直接公布答案吧。啊，那就说我们这五位评委就把这一票投给杨立明。100分加给杨立明。杨立明280分，王丹385分，恭喜！恭喜王丹进入第二轮的比赛。来，立明，这个真的，其实我作为学小生的哈，我特别理解刚才小生这一场戏对于一个小生演员是多么的难。那你现在没有胜过你师姐，又付出了这么多，你真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后悔？没什么后悔，这比赛能走到这儿，感觉就是，一是能学到什么东西，比原来，要对自己的规格上要认真了。最想说的是，师傅您辛苦了。虽然这次没有能晋级，但是我下次会继续努力，继续前进。好了，上一组的 PK 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和我们的这一份紧张将延续到下一组。那么现在出场的是曲剧名家杨帅学的弟子刘江威。在初赛那一期，我就碰见了少妇友，俺俩那分最后仅仅凑了50分，我没有想到今天的又碰见了少妇友，要 PK 用啥场景来唱？光讲经出彩出到那个到最后用技巧性的那个笑话，确确实实是一般人拿不了的。当时能笑多长时间，全靠我自己。千万不要慌，一拳一拳的。喜欢，太喜欢。
简安安，怀才不安生之盼，吸引财神我嗨，群财打人我嗨，打仗捉捉我来装俺嗨，八十中啊，我看你该能活几天啊，对对对，看你能再活啊几天。嘿嘿嘿嘿，耶耶耶耶，我就讲那哎才华的风啊绕花转呐，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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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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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跟小哥一直在台下就说呀，咱先不说他的高徒，就说杨老师，哎，就演这种狗腿子，演到骨头缝里好了，你知道吗？这个杨老师，我想问您在家是不是也这副样子跟老婆？咦，那可不敢，真棒！所以这次名师高徒总决赛啊，不仅我们为徒弟的进步感到高兴，我们也确实在舞台上领略到什么是艺术家，什么是艺术的魅力。咱们先鼓鼓掌，好不好？哎，来来来来来，喜剧其实最难演的地方是在于准确，准确了，它就会有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刘江北啊，确实是越来越进步。我觉得你这次比你上一次进步，坚持住这块阵地。无论这次比赛的成绩如何，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阶段。对你来说，这一次参加名师高徒应该是你真正的一个起步。能把曲剧的出角艺术能展现给观众朋友们，这都是最大的胜利。好，我说你们放心，你们打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师傅配到什么时候。哎呦，大气。接下来我们把这份激动延续，那么下面出场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先生的高徒邵富友。这次呀，邵富友和帅学的徒弟两个人进行 PK。帅学的徒弟呢是表演好，外在好。这次参赛，我是唱山戏，师傅第一都提出来，他说你唱《柳荣下南京》。我说那《柳荣下南京》这不是豫戏调，不要唱我的唱腔，让他唱豫东调。因为师傅知道我这个嗓子适合唱这个《柳荣下南京》，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我现在对邵富友还是充满信心。
生，把胎教坐着卧着一品情啊，嗓子都粗了，嗓子很疼。谁不知公要我三六荣，外人送好热乎的金啊，热乎的金啊啊！在今年春下了我生这也一通，我得知他风暴出了京城，风暴去了三月的正，直到如今没回城大殿啊，大台呀，我这忘情仍这个雨洪调，我感觉比他唱雨西调更能发挥他的嗓子。对，他声音不错。哎，那我见了万岁爷，谢万繁明啊啊！我在下面跟人书院老师还在说，哎呦，我这唱真带劲呢，给劲的唱啊！我这个徒弟啊，他昨天晚上到现在一言不眨。其实个兄弟，是兄弟让我来了，要弄扑通弄个倒数的第一名，我对不起师傅，我感觉着。贵在参与，不管弄个第五名、第六名都可以。您看啊，人家前几个师傅人都上来助演了。哎，我跟你说 啊，我这个因为富有唱这段戏是《柳荣下南京》，我也很想给他演个老家园呢，或者是扮个丑啊什么上去，叫我唱一句、唱两句。但是他这个戏里边没有这样的角色。那您怎么弥补一下，舒岩老师？没有这样的角色来说，我就给大家唱两句这个《清风亭》吧，十三年。给我的徒弟助助威，你这个奴才，奴才劝架，良心老师，谢谢。来，有请刘江伟。在这轮比赛中，是李树建老师的弟子邵富有胜出，还是杨帅学老师的弟子刘江伟胜出？接下来到我们打分的时间了，先请现场观众做好准备，二选一，请打分。时间到。接下来我们的三位评审商议一下，二选一，把100分投给谁？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争执，意见不是很统一。你们两个运气不好，这一组太强了，真的强的我们舍了谁都心疼。许剧是在我们这决赛中唯一的，我特别特别想把小真的小剧种留下，我是真的舍不得。但是呢，李老师学生今天表现得太棒了，我也舍不得。这个桂娟姐现在其实有些激动哈，难以割舍，很纠结啊。是因为他们两个今天表现得都太好了，无论是老师还是他们自己。作为刘江伟在这舞台上代表另外一个剧种站在这儿，就真的很难很难。然后邵大哥呢，为人敦厚，特别像他师傅，平常很低调，但是上了台的爆发力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亮的明星。你让我从嘴里说出淘汰谁，我说不出来。刘老师是确实是动了真感情，
刚才刘老师的想法里边有一句话是最能够代表我，也可以代表范军儿，就是你们两个人这一组啊，抽的不好。上次我记得就是你们两个人一组，这次就差了十几分，说明你进步了。但是这一次呢，我把票投给谁？把票投给。少妇有。好。为少妇有加上100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现场五位评审的意见。我们五位经过商量啊，把这一票投给少妇有。少妇有441分。好，恭喜少妇有进入下一轮比赛。能做到终结赛这一地步啊，我作为一个基层演员，心里也是胜败来评价常识无所谓，心里也是非常的高兴啊。继续努力。今天晚上已经圆满结束了，不但徒弟们得到了锻炼，老师们也得到了历练，非常累，但是非常高兴，这个过程非常高兴。好，朋友们，我们第一轮三组一对一的 PK 已经全部结束，有三位名师的高徒进入我们第二轮的比赛，他们要向冠军发起冲刺。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现场观众来到我们的决赛现场，为我们的选手助阵加油。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现场抽奖，把一份礼品送给大家。好了，来，我们现在首先有请我们的大屏幕转动起来，我们先抽取座位号，来，准备好，预备，开始。11排26号，此刻啊，您将获得由鲜香味浓更持久大桥基金、武汉亚太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手机一部，同时您还将获得惠苏香水天方吃天方冠军香、天方食品集团提供的礼品一份，同时还将获得金星新一代提供的礼品一份。好，恭喜您！来，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一横排、11排都将获得由鲜香味浓更持久大桥基金、武汉亚太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梨园春精美卡通纪念扑克一副和金星新一代提供的礼品一副。我们所有的一竖排我们都将送给您翠苏香属天方是天方或真香天方食品集团提供的水杯一个，祝贺大家，也感谢大家的光临。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所有的演员哈，这个已经表演出了他们非常精彩的剧目。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下一关的比赛。不过进入下一关比赛之前哈，这个我们也想有一个要求，也是一份惊喜要送给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看我们的三位评审哈，其实呢也在梨园春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评审，哎，咱们要不要让三位评审给咱们演一段戏？大家说好不好啊？要不要看？啊。好，接下来呢，现场观众哈，我们要三位评审，你先程程啊，稍等，我觉得接下来我们都可以演，咱让小哥跟咱们一起演，大家说好不好？啊，演就演呗，演就演是吧？咱演什么？我演了，你别后悔。我跟你说，你只要敢演，我就敢看。啊，我们就给大家奉献一段啊，朝阳沟好不好？好不好？哎，非常有惊喜啊！哎，绝对是非常跨界的。就像小哥说的，我们敢演，您得一定敢看啊！必须的，我们待会儿见。来，喵！哎呦，喵！我跟你说，出事了！你这死闺女，出啥事了？赶紧慌！出大事了！哎呀，你咋慌得跟石炮一样？哎呀，是你开玩笑了吗？我跟你说，咋了？哎，嫂子她妈也来了。啊？啊！真的？哎呀，我诓你干啥了？到门口了，妈，要不然咱先把俺嫂子藏起来吧。藏啥藏？那隐患下乡，这是个好事吗？就是。再说了，她就是来，咱也不怕她。哼、啊，咱能怕她闺女？放心吧，啊，没事儿。有那妈嘞，不是妈，我跟你说，嗯，你给我站住！他蒙，你这个妈我也怕吗？你给我站住！
这个孙女儿，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你看我不打断了你这个腿，我打死你！我打断你这个腿！呀，我打断你这个腿！呀，我打断你这个腿！呀哈！哎呀，呀！我撞着墙了，你给我站住！我打死你！我。这个胖子是摔跤嘞，亲家母，该啥？谁是亲家母？你来了，我来了。耶，那有啥话好好说呗。那进门真大的气儿弄啥嘞？有啥话好好说，慢慢说中不？我凭啥慢慢说？我凭啥慢慢说？我闺女的事我为啥慢慢说？我闺女的事我为啥慢慢说？我为啥不跟她说了？我能跟她说我闺女？他这是倒带嘞。亲家母，别想我，不是你亲家母。那要不，恁娘俩搁这儿说吧，我去给恁做点饭，给你杀只鸡子啊。吃啥鸡呀？吃啥鸡呀？都啥时候还吃鸡？现在全国下鸡了，我吃鸡还不让我活了？亲家母。谁帮着你好好说了不中？是不是你还吃鸡？这些人是一种穷的人，反正都上心就让我吃鸡。你不能吃这些干干净净，你得干什么干？干什么干？我这干，你我这不会。马嘴形象，小点儿，走，咱就给他杀鸡子。这种还杀鸡吗？这还说这杀鸡不吃，这还说这杀鸡不吃这。吃鸡，妮儿，你还给那倒带嘞？你动啥手嘞？你动啥手嘞？你动啥手嘞？你看看你们村这些人，你看看你好好的这个闺女，你穿了个啥去？这是，你冬天不分冬天，夏天不分夏天嘞。你跟我说，你回去不回去？不回去。你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嗯，我的亲娘，我喊三个数，一、五、八。哭啥呀？你要气死你妈呀！换。我把你养真大不容易呀、啊，换我换我怀你是十个月呀，孩子，十月怀胎，娘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啊，把你养真大，你还有这个功能？你废话，我没这个功能，你是哪来的？你会回女的？你讨厌，你会不会？不回去。你会不？又不。这是谁呀？你在这吵吵吵吵吵啥呀？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你是谁呀？我是二大娘。二大娘，二大爹也不管用。你会不会？不会。你瞧这是啥素质，什么玩意儿？咦，你看这个乡下人多野蛮呢。你说啥？我告诉你说，毛主席都说上山下乡是好事儿，你咋就说不行呢？你有啥了不起的？你是个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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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会不回去？我就不回去。你会不回去？不回去。你要不回去，我就死在这儿。你死在这儿，我也不回去。我一头我撞死。你撞死我也不回去。我撞。你撞。你信不信？我不信。我也不相信。但是我撞你，你会不会？你撞我。我撞死你！你敢死你别撞我！你个死泥儿，我撞死你！我撞死你吧！你别撞！你闪开！我撞死你吧！别怕！呀！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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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问呢？认种？这是认种吗？这是认种啊？那肚脐眼你分不清，那个认种的在哪儿？哎呀，俺错就俺错了呗，真厉害。老嫂子，哎，你来了？我来了，这是谁呀？我你都不认识啊？你是谁呀？我老李，我是。你老李？你老李咋？你老外也不中啊？哎呀，你老李算个啥？啊？这是咱们村支书。村支书。嗯。咦？呀，是支书啊！哎呀。支书好、啊！哎呀，不敢！支书，工作忙呗？工作不忙。支书，来，对根烟抽。不抽。好，支书挺健康。啊，支书，俺们家那个情况是这个样的，我给你汇报一下。支书啊，他吧出来的时候吧，没有带衣服，也没有带褥子，就这样来了。我是想让他回去以后呢，准备准备，然后再来。他给我说了。啊、哦。他两个现在还没有结婚，如果结了婚，该走也得走，我也不能弄个绳子给他拴住。支书啊，恁俩是远村的。哎，那就这样吧，就这样定了。你走，我欢送；你留下。我欢迎，就这样办了啊！支书说话真有水平啊，真好！你看这个支书，咦，说话真漂亮。明年还选你当支书，你选票错不了。哎呀，支书来来来，支书，我跟你说，支书是这个样啊，支书，刚才你这个话一说完以后，我这个心呐，噔就通了。那好了，一下我就通了。这下我就放心了。哎，好，亲家母，那就坐吧，咱坐吧，来坐，咱坐啊。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中，亲家母，咱都坐下来，咱们随便的来一来。自从英欢离开家，知道你心里常牵挂。出门没有带被子，他拾起荒板离开家。你到家里看一看那铺的什么干什么？做了一床新铺盖，新领新边新棉花。在家没有种过地，他一次锄把也没有。现在农村拔根扎，咱们支部有句话，叫他当一个啥啥，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对，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呀。咱们要听当地话，朝阳沟，朝阳沟就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名师高徒总决赛的现场，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金星新一代和小刀电动车的大力支持。好了，那么我们第二轮的最后角逐就要开始了，三位高徒将决出今天问鼎冠军的这一位。那么这一关我们的打分，所有的专家所有的评审都不参与，只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说了算，你们认为谁可以胜出就可以投他一票。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轮 PK 马上开始。李元帅，
娃弟弟曹光甲。咱舍得要把那个电线架，架了高呀，架的呀呀。我倒觉得他都是些病入宣纸，他很难全面展示。一个他的反差比较大。的呀，那个电杆两盏儿呀，高呀电杆两。咱上一个小马达，绕我把马套拉他，绕我把马套拉，叫他拉力，又拉把叫他摇喽，把重发拉起磨来赛牛马，拉起水车哗哗哗哗啦啦哗啦啦啦，庄稼人又。
家弄得我措手不及，白天当爹爹拿钱去买衣，夜里又当娘缝布儿的衣，孩儿想他娘啊，我想俺的妻呀，搂着我的两个儿，哭哭啼啼，接下来就要在吕金帅、王丹和少妇有之中产生我们名师高徒这一赛季的总冠军了。我们也请上三位老师，在这轮打分，我们完全交给现场的观众，每一观众都是最神圣的评委。在观众打分之前，我们先请三位名师和高徒给大家做最后的交流，拉拉票。我认为少妇又唱得很不错，希望观众支持他，谢谢。在这个时候就看出谁是谁的师傅了啊！来来来，全真老师，这个名师高徒赛到现在，我觉得大家享受的真的是过程，不在于结果。当然了，我也希望我的弟子王丹取得好成绩，大家支持。哎，你看见没有？来，接下来贾文龙老师，军帅很年轻，能够进入前三名就不错了，谢谢。哎，你看看这个，谦虚啊，没谦虚，这也是绵里藏针呐，哎。好，接下来我们请现场的观众逐一打分，来，请打分。哎，我相信可能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的打分方式跟以往完全不同，分数打了，但是谁得多少分，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悬念。我现在我很难，不好判断，不好判断。我整体发挥还真难说。好，接下来我们要逐一的公布三位演员的分数，我们先来公布他的个位数字。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吕军帅的个位数字是几？来，四。四。我们看一下王丹的个位数字是多少？好，来，七。好，好，王丹的个位数字比吕军帅多一点点。哎，但这不代表结果啊。来，看一下少妇有的个位数字是七。好，也就是现在目前分数出来之后，个位数字。贾文龙先生，您的高徒目前个位数字分数最低，但是这不代表最终的结果啊！来，我们继续哈。接下来我们首先宣布吕军帅的十位数字 是多少。来，零。哎呦，来，我们看一下王丹的十位数字三。好，高于吕军帅。来，少妇有的十位数字开始，二。现在目前末尾这一位目前还是贾文龙先生您的高徒。来，我们问一下哈，哎，三位老师，你们觉得谁会是第一名？是，我们差一个百位数字了。这样，先问一下书杰老师。王丹可能是第一名。王丹。王丹啊。汪老师。军帅。军帅第一名。来，文龙老师。美丽的王丹，王丹，王丹，王丹。那么现在我们就揭晓今天的冠军。我们首先来公布吕军帅的百位数字。来，军帅的百位数字会是多少？104分。好，也就是如果后两位都比你低的话，你就是冠军。所以接下来第二位全真老师，您的这位高徒的分数非常重要。来，我们来揭晓王丹的百位数字是二。说咱们的估计不全部掉沟里了，啊，掉沟里去了，没有打对。
李军帅，我告诉你，你现在目前如果书建老师高徒超不过你，你就是冠军；但是超过你一分，你今天都休息啊。少妇有，如果百位数是二的话，对，吕军帅就能够成功的成为冠军。但如果他也是三的话，那么，书建老师，您的高徒今天就是冠军。现在，我们来宣布，少妇有的。百位数字是来二三三二。哦，哎呀，我们在这里要恭喜李书建先生的高徒少妇有夺冠。感谢评委，感谢观众。我会不辜负你们的希望，跟着我师父好好学习。结果没有料想到，感谢评委，特别感谢观众对我的徒弟对我的厚爱，所以我一定要继续努力，把学生教好，为戏剧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想在这里还是借用我们已故的张清芳老师他的一句话：你的剧中，我的剧中，都是河南的剧中；你的徒弟，我的徒弟，都是河南戏剧界的徒弟，不分你我。咱这个名师高徒啊，前后已经比赛了有近两个月了。这次我都觉得不光是徒弟之间相互的去了解去学习，那么我觉得我们老师和师傅之间，我们的友谊真的是通过这次比赛我们也在增进。这个过程太值得我去珍惜了，尤其是我们的后起之秀给他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这是我们这些做老师所期待的。况且对我们戏曲的振兴绝对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都要积极参加这个活动。只有这样的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多，我们的戏曲才能发展，才能进步。这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高徒，当然更重要的要把这些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名师，因为有了你们的栽培，才有这些青年演员的茁壮成长。谢谢。好，朋友们，名师高徒赛季到今天圆满落下帷幕，下期凌晨再见，再见。